例会里面，我特地跟他举例，我们的是我个人的意见啊，但是也很多人大家共同的心声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出来参选啊当主席，进而带领整个党啊，然后朝向2028把政权拿回来，这是我们的一致的一个希望。国民党经不起一再的分裂了，这很重要。没有和没有团结，完全没有机会。各有各的强项，啊，卢秀燕市长他现在是我们2028的第一人选，实际上是要预备人选，因为民进党会围着一直打，那时间还长，会有什么变化，这很难讲。步步为营。加中一个人选吗？今晚要不？如果他出来选总统，你觉得呢？未来再说，他有没有这意愿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那卢市长算不算你？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适合的人选？只要他有意愿的话，他就是候选。最近互动还蛮频繁的。不能把它解释为互动，自然而然的在这里大家互动见面。鼓励卢市长可以积极一点的再上一层楼吗？希望他能够在各方面都继续成长，这必然的，当然的。我们每年这大概都这时候会聚会，那一方面呢，祝福王院长、江副院长等这些男委员们父亲节快乐；二方面就是老同事聚会啊，一年一度行之有年了哈，没有什么奇怪的，特别谢谢，好。